让阅读走进生活，让优秀成为习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叔说，小叔陪你一起阅读成长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家中进了蚂蚁、蜜蜂等飞虫，家运会有何改变？凶兆怎么化解？一起来听。我有个朋友说，有一次他回到老家办事情，住了几天，因为家里灰尘太大，晚上的时候就有一只飞蛾来到房间当中，一直在飞。他很懊恼，但让他更加心烦的事情是，第二天就有人找他借钱，而且这钱也没有还，就觉得十分郁闷。从风水的角度去分析，其实飞蛾进到家里有一种征兆是会破财，这段时间财运会下降。不过不仅仅有飞蛾，还有蚂蚁、蜜蜂等，都有不同的含义，都会影响自己家里的运势。一、蚂蚁。蚂蚁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昆虫，通常都在地下筑巢。据专家研究，蚂蚁能生活在任何有它们生存条件的地方，就比如家里。从风水的角度去看，家里蚂蚁的出现代表着四个含义。第一个是湿气重，蚂蚁生活的地方是比较阴暗潮湿的，所以它们总是会在土壤深处生活，可一旦来到了家里，则是因为家中的环境更加适合它们的生存，故而蚂蚁进屋往往是家中阴气重的表现。而人类生活的环境必定是要阳气重且干燥的，如果太过阴湿，就会导致一系列疾病产生，甚至会让人的心情抑郁，导致家庭矛盾出现。第二个就是会造成家中脏乱，如果蚂蚁突然出现在了家里，那么就说明家中必定是存在脏乱的角落，能吸引到蚂蚁过来聚集取食。我们都知道，越是脏乱的地方，越容易滋生病虫病菌，这很容易给家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。所以我们应该立刻对家中进行大扫除，及时开窗通风，促进空气的流通。第三个是财富会遭受到损失，如果家中有蚂蚁的存在，那么在钱财方面就要有所注意了，难免会出现一些破财的现象。家中有很多的蚂蚁聚集的话，那么就代表着财富会一点一点的失去，蚂蚁越多，财富消失的也就越快。第四个是预示着重大事件的发生，如果你发现家里忽然出现了成群的蚂蚁，而且虽然蚂蚁通常会结伴行动的，但却并没有在家里扎窝的话，这可能预示着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，而且这个重大事件通常会是喜事，比如怀孕、结婚，或者预示着乔迁之喜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家里出现蚂蚁是吉利的。其实蚂蚁并不像蟑螂，是一种有害性的动物，它们通常不具有恶意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，蚂蚁也没有安窝，因此驱逐它们的时候也尽量不要采取一种赶尽杀绝的激烈办法，不要把蚂蚁置于死地，只要成功地把它们驱逐出去就可以了。如果用残忍的手法对待蚂蚁，那么家里的好运也会随之受到损害。二、蜜蜂。所谓天上飞来之物属于阳气，阳气入宅就是天光下临，自然风水也好。风水角度认为这是生财的象征，而勤劳的蜜蜂能为你带来财富，所以凡是有燕子、黄蜂、蜜蜂来结巢的房子，往往风水是很不错的。蜜蜂又是勤劳、团结、奉献和其他优秀品质的同义词。在民间一直有一句谚语，蜜蜂变富，天鹅变贵，因为蜜蜂在家里筑巢后可以被饲养，事实上这本身不是一笔小财富，如果蜜蜂能被很好的饲养，那主人就会变得富有。在佛学上，蜜蜂筑巢是你们家过去和这窝蜜蜂结下某种善缘，蜜蜂前来报恩的，象征着幸福美满、收获满满、果实累累、好运连连。如果你是生意人士，说明你和蜜蜂一样，不辞辛苦换来了家庭的甜甜蜜蜜。三、蜘蛛。蜘蛛在生活当中是个可怕的存在，很多人都很害怕，经常一见到它就会攻击它。其实
在风水中也是有说法的。俗话说，蜘蛛掉财神到。在民间，蜘蛛又被称为喜子，是喜庆财富的好兆头。蜘蛛的外形很像汉字喜，所以被人们赋予好运的征兆。蜘蛛是一种预报喜事的动物，它在蛛网上沿着一根蛛丝往下滑，表示天降好运。如果卧室蜘蛛结网，从风水来看，首先代表着男主人可能会有外遇。卧室有蜘蛛网，也说明打扫不够彻底，住在这样的卧室里，人自然会感到不舒服。且蜘蛛网只结在某些地方，则预示家中有人正犯桃花运。风水大师说，这套卧室布局厨房在北方子位上，以带桃花，大门位于主男性的东北方，两者的搭配必定会让家中男性犯桃花。这也是为什么结网之处都是男性活动的地方，说明男主人已犯桃花，影响到了家庭和睦。故建议主人尽快将卧室做一次彻底的打扫，及时除去蜘蛛网，之后要定期打扫，还需摆放一些风水吉祥物在厨房，以化解桃花煞。其次，代表着家道破落，蜘蛛结网寸步难行，受困其中，在风水中代表家道破落，但那是指结很多网，而且长时间没有清理，加上要结在很明显的地方，一般小角落没有这么多禁忌，但如果不是经常出现的话，则不必担心，说明屋主太懒了，该打扫打扫了。最后就是蜘蛛结网如果清不完，从风水的角度去看，可能是通风不畅、光照不足的问题，也意味着家居风水生气不足，面临消退、萧条、衰败的风险。一来说明你的家人可能容易生病，二来家里气场不对，有晦气不出。三、飞蛾。夜幕降临，当你开着窗在房间里享受着下班后的放松时光，突然有什么东西好像在你眼前飞过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飞蛾。想起飞蛾扑火，你没太在意，把飞蛾赶出去之后关上了窗户。然而从风水的角度来说，飞蛾进屋也会有一定的预示。首先是在这一段时间内，你将会有许多的烦恼，而且还可能遭遇一些漏财的事情。如果有人向你借钱，这时千万不能借出去，否则到时是收不回来的。之外，你的挣钱工作压力较为大，尽管赚的与平常没有多少区别，可能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却提升很多，经济发展工作压力是十分大的。出外也极有可能因为秉性缘故和人发生争执，不但在钱财上带来挺大的赔付，极有可能也要遭遇纠纷案和牢狱之灾。因此在这一段时间，尽可能维持好的心态，尽可能不要和人产生摩擦，真诚待人，不张扬，平静一些。其实如果是飞蛾围着人打转，那么会预兆着一些好事发生，也会说明会有好运的来临。但是如果家中有一些曾经做过官的人的话，那么可能会给你的家庭带来一些不好的运气，但同时还是能够通过外力来化解的。如果飞蛾围着自己转，说明近期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有一些变化，而且家中长辈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影响，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，可能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一些影响。因此在近期要随时关心身边老人的身体健康。最后就是会影响婚姻关系，家里假如飞进许多飞蛾的话，极有可能是情感层面碰到了难题。飞蛾好像蝴蝶花，飞蛾进门等于是招蜂引蝶，情感中的另一方出外与异性朋友出现了多余的感情纠葛，做出了抱歉家中和爱人的事，这种情况下能给两人的情感造成挺大的裂缝和外伤，假如疏忽大意，极有可能出现夫妻感情破裂的状况。四、不杀生如何处理飞虫。佛教劝我们不要杀生，其意义有四种。一、杀生害命，罪业深重，不能入佛门解脱之道。大智度论云，诸余罪中杀业最重，诸功德中放生第一。二、杀害众生违背大慈悲心。三、
众生皆为过去生中父母、亲戚朋友，因此带来因果循环故。四、悉具佛性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不可杀。依佛的境界观看一切众生，将来都可成佛。家中进飞虫如何驱赶？一、在门前窗后摆上几盆薄荷、夜来香、米兰、玫瑰或茉莉花，这些花草散发出来的气味有驱除飞虫的效果。二、还可以在室内的花盆里栽几株西红柿，让西红柿叶子发出的气味驱赶走飞虫。三、室内有许多飞虫的情况下，可以在室内点燃几块干橘子皮，燃烧产生的青烟会使飞虫从敞开的门窗处仓狂逃窜出室外。四、入睡前可以在身上或枕头上撒一些香水，也有较好的驱除飞虫的作用。同时在床旁边放几盒揭开的清凉油或风油精，它们会令飞虫退避三舍。五、把几粒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2 泡在水里，将融化的药水涂抹在皮肤上，会产生一种让飞虫不敢接近的气味。因此如果家里进了以上飞虫，要妥善处理，不能直接采，如果这样做是会影响到家里运气的。一切众生皆有情，既然这些昆虫给予我们福气，而我们也应该保持敬畏，怀有慈悲之心，他们没有伤害我们，我们也不应该随意攻击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珍惜好运，福报能够上升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愿你福生无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，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。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，一定要记得订阅哦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